今天来逛一下久违的两个月的市场，已经两个月没有逛市场了，市场终于开门了，走，带姐姐们看货去。哇，这个才380，这个好看，买它。啊，这个烘焙才1500，哎，我喜欢这个，很香。哎呀，啊，这个冰川串680，这个不更香吗？但是我觉得这个黄的香。那多宝的，嗯，好看好看，逛市场真快乐。你又不要叫我老婆了，又让我出来逛街了。哇，这么多芝芝，茅台杯喜欢吗？喜欢，好看，送一个吧。但是如果说这种长株的话，我会更喜欢飘花的这种，我会更觉得这种会有味道一点，确实更有韵味。还有像这种小蓝蓝的小株株也好看，又有一点点蓝调，跟我的手镯还蛮搭的。Yeah！ 哎呀，真好看呐，啊！我爱逛市场。不是，人永远要喜欢自己做的事，喜欢做的事才会快乐。平安扣是的，好润啊，这个平安扣啊，你们就要选这种，选这种很鼓的、很立体的。看到没有，它这个位置好像一个小漩涡一样 的才好看。要选鼓的、肥的是好看的。这种小绿果也挺好的，助理藏金的感觉，律师在飘在它的肚子上。这佛珠每一颗都好饱满啊，胖胖的。嗯，像这种小的挂件的话，其实直接买成品还会更划算一些。哎呀，逛市场真的太快乐了。但是姐妹们，如果自己想要来逛市场的话，切记不要像我这样随便就拿别人的料子起来看啊。点个赞吧。